好的不别别别的好的彩彩咦洗板面味就好一会儿要的好的就擦口喷了好擦爹娘妈要是高兴得很笑呵呵的吃得糊老糊的你看个是好擦呦又得手了得手又笑啊哟你们外婆吃啊咋啊我妈给你煮了好吃的我爸呀很乖我不知道你天气不太冷了冷得很我把皮羊皮那个出毛子弄了你天咋的噻我其实早就想吃你没看枪了你没看枪不敢吃哦要得弄你吃再喝的我给拿去要得嘛你要吃羊皮哦爷爷漂亮，羊排再见。冷水下锅焯焯水，我的葱姜料酒，我火烧鸡。刷锅前的，捞起来给它淘一下，然后呢？然后再给它煮一下，放香料嘞。重新浇水，再煮一道，再浇点香料。嗯。切点配菜。嗯。青红椒。天气冷冷的，真的。水都是能干到的，冲不水去。这几天就是冷了，但弄点羊水出，热乎点就好了不？俺说。嗯。还吃鱼了哇？你看，还吃鱼了哇？还切半个洋葱。半个一个都要得，我觉得洋葱呢就好吃。对嘛，就切一个嘛。嗯。啊，对了，把它弄起来。羊排倒是炸一下。要得了，再来。青红椒、洋葱，好香。羊排倒进去。加点海椒面，好香。加点孜然粉儿，加点花椒面。好多洋葱、土豆，再撒把芝麻。哎，羊排。让我，让我。哈哈。嗯，好小。嗯，小，你要感冒好了不哈？一会儿来吗？嗯。哎。嗯，好吃。让我，让我，让我。哈哈哈。把土豆摘都放吃哈。喂，人家感冒要吃，吃了好点没有啊？最近好冷喽，外面到处都在落雪。看咱们跳了几圈了。你说今天啥？我回来。我给俺煮碗先看看。煮碗粥，就是今朝一瓶俺煮。我跳得好。老二，石头快来，骨头转起来。呀呀。打香了的这是。